我们在弹奏大搓的时候通常会是一个八度的演奏，那大家可以试一下，这样向内弹奏，同时向内弹奏，咱们都统一弹最高音吧。下来准备弹奏，下来准备弹奏。当然这个呢是在单指训练的基础上上升一个级别的技法。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先练习单指，之后呢循序渐进的把这个再练起来。今天呢是带着大家了解一下，然后后面有时间可以自己练起来。这向内弹奏，我们所有的节拍的要求和手臂的配合的要求跟单指是完全一样的。